找到充电的地方吗？哎，不行啊，这边厉害，这边这么插头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就放下面就好了。啊？那充什么电？那个摄影器材的电。就正常110的而已啊。对啊，这边 OK。好好好。那个插座。好 ，OK。因为我还有一个行李箱要放，我又放那个桌子下面会不会比较好？对对对。我明明就放外面了。